M939-038号。5月15号星期三至5月24号星期五，德国弘法之旅。5月17号星期五，聚香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一万倍。上午9点及下午2点，德国汉诺威八关斋戒。更加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晚课。词句，oh
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莲花林前妙变化所摄舍利婆毗婆国土为梦垂头诸花王苏悉陀罗王子为妙毗卢拜见众月同时尽作文士引者自然皆是念佛念法念僧自心舍利婆毗婆国土成就如主观上思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
藏思想遍苦三界大千世界所生是眼如的众生当其自真真不可思议梦一切诸佛受不离即舍离不异如意可故名为一切诸佛受不离即舍离梦若有三难之三离人闻舍其说此事其闻诸佛名者是诸三难之三离人即为一切诸佛之所无离
无常道，功德无边尽为来，一切有情同
千里的
Thank you.
慈